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当然要跟我老妈一组了。那行吧，你们两个一队，我先撤了啊。哎，琪，哎，我一个伤员啊，就不耽误你们俩了。不行，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。为什么要一定啊？因为，哎，Peter。 你在哪儿啊？不是出差吗？你很希望我今天出差啊？你同事说的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怎么能忘？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。同心千叮咛万嘱咐，第一次团建，我怎么会忘？ 说错了吗？没说错啊，我也希望华生和羽翼能够通过这次团建，让以后的合作更加的顺利。衣服正好看。今天早上出门太着急了，就随便抓了一件。好，走吧。 站那儿干嘛？排队啊！我不排队，我就是在这儿歇一会儿。在这儿休息啊？怎么不行？行，那陪我去排个队吧。你不是不喜欢排队吗？我改了。我不喜欢排队。你也改了。 我记得，当年你特别喜欢看这些人扮的公主，还非要拉着我排队来着。当年你也穿的是这件儿，我以为你这次穿这件儿是想跟我重温故梦。你不是不记得了吗？你还想我忘记吗？萧逸成，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团建啊，走吧，不然就是最后一名了。 萧逸成跟林欣一组，他不是不来吗？你听错了。我明白了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团建，就是给他们俩制造机会，是吧？大家一块合作也是需要培养默契的嘛，对吧？少扯。程瑶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解释的，我原本以为你跟萧逸成不一样，到头来呢，表扬我安慰我，都是为了他，是吧？那不是这么回事啊！ 哎，你是掉东西了吗？对，坏掉了。这手牌是妈妈的宝贝，你个大坏蛋。这个很贵吗？我可以攒钱赔你。多少钱你都赔不起，这是我爸爸送给妈妈的唯一一件礼物。Peter， 别说了，就当打平了。走吧，去打卡。 你还想让妈妈来？